樱花季马上要到了，要是能和火星人一起线下赏樱花就好了。嗯，亲爱的花花，如果想要和火星人们一起赏樱花，你需要解锁四种樱花能量：浪漫能量、治愈能量、闪耀能量和温柔能量，它们就在你的身边，细心寻找就能发现。是有春天浪漫气息的物品，请在阳光房中寻找。颜色浓重，不够浪漫。颜色太单调了， pass。 嗯，粉色的樱花瓶满满的浪漫，赏樱花的时候拿来送给火星人正好。谢谢花花为火星人们准备了这么浪漫的礼物，你已成功获得浪漫能量，继续努力寻找剩下的三种能量吧。顺利 get 浪漫能量，我的理想生活就是闪耀出发。快让我集齐剩余三种能量，在4月1日和火星人们一起赏樱花吧。花花会去到哪里呢？